Have fun in Xi'an and feel its historical charm. Hello everyone, I am Ma Jing. Recently in the Grand Tang Mall, there's a shop selling rou jia mo. You can only look at it, but you cannot eat this. I know, it sounds a little bit strange, right? So next, come with me and to find out more, let's go.您今天为什么会来买这个肉馍馍的原因？因为我很可爱，我喜欢。因为它有互动，而且肉夹馍本身就是西安的一个传统美食。是。小挂件啊，女孩子也很喜欢。而跟几个来排队的朋友们聊一聊天的功夫，就已经排了这么长的队了。所以能看得出来，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咱们本地的朋友，对这些文创产品的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能不能给我来个馍？那可以，馍麻的啊，喜欢吃肥肠馍馊一点。馊一点的。咱那有滑杆没有？滑杆现在还没有，咱有土豆片，有青菜啊啥的。好，那这个土豆片、青菜全来。全来啊，馍麻的啊，那糖块咱们糖这一点。宽一点。糖块啊，多来一勺糖，再给土豆片再往上再淋卤一会儿啊。那吃馍的话，喜欢吃个烤的干的馍和软的的。干一点的。干杆的脆脆的，你要光掉渣渣，美的包包啊。 第一回加这么多东西啊，这确实是，回品啊。能加哈不？咱这老师傅的，一百年老店，自从99年都100年老店了，咱这老师傅。没事没事。交给来帅哥，一模啊，全家福，小心长寿啊。您好，我想再问一下，我能不能自己体验一下？可以可以。 咱不要烧手，肉很烫。好好，然后把这个肉压哈，不然肉乱跑。对，把它压在这儿，然后把它这个均匀的切成细块。这个啊啊，对，还有焦汤。下一步是挑一个喜欢的馍。哎，这个是干一点的，干一点的。稍微温柔一点，刀子利。把这个肉这样。 加进去。哎呦，这确实有点难。The concept of mix up with everything reflects Shaanxi people's inclusive and open nature in ancient times. Wow, what's this over here? 榻榻旧，榻儿旧，都是榻旧，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哎，你好，哎，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是咱们西安啊以大雁塔和小雁塔为原型来设计的一款毛绒玩具，它的名字就是我刚才唱的歌词，叫塔塔舅。这个塔和这个塔其实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谐音梗的一个关系。这刚在楼上看的有一个叫容嬷嬷，在看到这个产品之前，容嬷嬷你只会想到大明湖畔的容嬷嬷，但你看到这个产品之后，它容是毛绒的容，嬷是肉夹馍的馍。 它就非常非常具有的传播力和这种感染力，肉夹馍本身就是一个美食界非常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单品。有一句话叫“肉夹馍是中国的汉堡”，其实汉堡是世界的肉夹馍。已经有很多 Rougamo 飞往全世界各地，肉夹馍之神会保佑每一个在外漂泊的陕西游子。 Relying on it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cal creative products in Shaanxi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evolve. Creative culture keeps history alive in a vibrant way and spreads culture in diverse forms. We hope that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an better understand Xi'an products. Welcome to Discover Xi'an. Join us to explore the city. I'm Ma Jing. See you next time. 您有没有就是期待过下一个类似于像容嬷嬷这样的代表西安的文创产品是什么？凉皮儿呀、泡馍呀，包括陕西的面食，biang biang面。然后泡馍还是好看比较重要。对对对，biang biang面吧。你会去买？biang biang吧。对这个biang biang面确实是很执着，看出来。